With the midseason invitational around the corner, let's take a look back at some of the most amazing plays from the 2016 LMS Spring Split. Sneaking into number 5, Flash Wolves Maple surprises Hong Kong Esports for Kenya in this 1v1. 这里的面打起来的话，感觉 HK 现阶段会多一个人哦。 那目前以召唤师技能来说的话，哦，罗基尼亚直接探草，罗基尼亚用探草的方式 ，Maple 说给他一整波的爆发，两边的交手再转一个迎战，哇，差一下，哇 ，Maple 闪现过去，终于有剁到那一下普攻，把 Rokinia 手刃起来。哦，这波真的很漂亮哦，首先是杰直接开大绝上去一个普攻啊，刚开始 Rokinia 这个 Q 是 miss 掉了，如果有打中的话，应该是直接残血死掉。这边回了很多血，最后一下，哦，哇，他用闪现贴到了雷之脸上，把他刮下来。 At number 4, TBA's Fofo works his magic in a duel against MSE's Mission. 这个对方给带走，这里真的是打得很好。哇，结果在草丛处，哦，Fofo盯上了 Mission， 徐若下了下去，灵光炸弹想来反打，Mission这波能不能关掉 Fofo 的人头？哇，这个火箭轰炸没有命中，闪现再回去。这一波的交手，这个火箭轰炸没有轰到，太可惜了。Popping into number 3, Fofo made 4 of his enemies disappear in a flash. 伯比近场，伯比炸出来，大家没有炸出来，很可惜啊！全拉起来的情况下，伯伯闪现，伯伯去直接收三个，哇，900块杀了三个人头，这时间算的太漂亮了吧？对，这一边，哦，这边再杀，再杀，这个，这边 refrain 大绝技算的时机还行，先把对面打逼着，绑900块，哇，这个 AE 伤害好赚。 HQ's Westdoor left Maple out in the cold in our number 2 play. Maple 跟 Westdoor 要来交手了吗？开了鬼刀，哦，这边是稍微盾了一下，不过 Maple 是躲过第三组的大绝，第三组的大绝是放在自己身上躲过这次死亡印记的一个伤害量 ，Maple 在往前 ，Westdoor 惊人，哇，两边正在交手，这里 Westdoor 跟 Maple 单挑是 Westdoor 得胜哦，两次的控制都控到了 Maple 身上 ，and coming in at number 1, Flash Wolves NL was relentless as he picked up the pentakill. 哇，你可以看得到这一边的会战 ，Apex 开启了大绝，之后打在秘密弹，身上秘密弹这边没有死亡，哦，这个虚荣漂亮，回来回头，扯着一个 combo 打在的是 Dreamer 跟对方的两个人身上，泰坦这一边呢，哇，没有办法防守对方的伤害哟，四连杀 combo 这一边五连杀 NL 要给他吗？最后一个人头，五连杀，哇哦，一眨眼之间。